叶知秋查到唐三已经把那瓶毒药成功放到独孤雁的身上，可没想到的是唐三竟然没被毒死。布勒之所以让唐三来找叶知秋，就是想让他有来无回。叶知秋觉得唐三很有潜力，邀请他加入他们的组织，唐三不感兴趣。叶知秋讲明他们的首领是九魂环风号斗罗唐昊。唐三听到叶知秋提及父亲是斗罗，反复确认唐昊的武魂就是昊天锤。唐三万万没想到制造变异武魂和控制夜火村的幕后主使是自己的父亲，他迫不及待想找父亲问清楚。叶知秋让他参加西斯城斗魂场的比赛，挑战凶神战队，取得胜利才有资格到天斗城的苍辉学院去找叶知秋。唐三想去参加比赛，叶知秋提醒他功力不够。唐三想起父亲临行前说的话，只要他足够强大，父亲就会出现在他面前。唐三思忖的功夫，发现叶知秋不见了踪影，他赶忙回去给小五喂下叶知秋给的解药。小五身上的毒被成功解了，可他一直昏迷不醒。玉小刚猜想唐三体内魂环、曼陀罗蛇、鬼藤、人面魔蛛都有剧毒，体内毒素融合，唐三应该百毒不侵了。玉小刚让他用蓝银草直接接触小五的伤口，这样就能彻底去除小五身体里的毒素。唐三顾不上男女有别，用蓝银草对准小五胸前的伤口，成功吸附出体内残余的毒素。唐三去找玉小刚打听父亲的情况，玉小刚还不能说，只是承认他的父亲是昊天斗罗，那些事根本不是他做的，其中必有隐情。唐三想查明真相，否则无法面对马红俊。玉小刚苦口婆心劝他，唐三还是无法释怀。小五的身体渐渐康复，兰德和玉小刚带领学员们往回赶。唐三主动向马红俊赔礼道歉，承认他的父亲就是夜火村事件背后主使。马红俊相信他的人品，而且目前他们也不知道叶知秋所说是真是假，反而劝唐三不要放在心上。唐三很感动，发誓会不惜一切阻止父亲搞异武魂。兰德和玉小刚带着学员们顺利回到学院，兰德劝玉小刚不要把素云涛被杀的消息说出来，还担心他会离开学院。玉小刚心里只有学生，他答应继续留在史兰克学院。当天夜里，戴沐白烧了一锅滚烫的开水，想把朱竹清身上的虫子逼出来杀死，朱竹清就自由了。朱竹清坐在澡堂里，小虫子耐不住热气从他的头发里钻出来，戴沐白刚想去抓，虫子迅速进入他的体内，戴沐白只好坐在滚烫的开水里泡，把虫子泡出来，朱竹清一脚把虫子踩死。马红俊来找唐三一起去斗魂场找布勒算账，唐三用蓝银草把布勒捆起来，布勒百般狡辩，口口声声称这一切都是总部的人所为。马红俊召唤出武魂把布勒烧得鬼哭狼嚎，马红俊不想乱杀人，及时停手。
布勒才侥幸逃生。唐三看出马红俊强忍心中的悲愤，饶了布勒一命，对他刮目相看。布勒独自去酒馆借酒浇愁，叶知秋突然来找他问责，埋怨他暴露了身份，现在搞得人尽皆知。叶知秋当场把布勒杀人灭口。玉小刚给学员们上强化训练课，戴沐白一反常态来上课。玉小刚布置了第一项训练任务，就是吃一大碗肉。小五不吃肉，明蓉蓉减肥不想吃，还要找兰德告状。朱竹清明确讲明汤里有星罗皇家秘方，对提升武魂和功力有很大帮助。玉小刚宣布以后每天早上都吃这个。小五吃了一口肉就开始狂吐不止，可为了变得强大还是强忍着吃完。玉小刚带学员们去森林里练功，唐三给他准备了胡萝卜，小五欣喜若狂。欧斯克闻讯赶来凑热闹，也要吃胡萝卜。小五酷爱胡萝卜，他情不自禁亮出三魂环，唐三惊得目瞪口呆。小五只有一个魂环，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三魂环，小五拼命找借口掩饰。